大家好，我小李，现在准备去收昨天放的钩，出发吧，走。大家好，现在已经在船上了，准备开船过去。因为要先放下地笼才能收钩，因为要钩要补饵嘛。好，现在开始收地笼。现在的虾笼已经全部取完了，现在就这些，三四两的虾吧，但是换诱饵还是足够了。希望等一下的钩收获满满，大获多多。走，现在已经到放钩的地方了，现在我们来放钩，希望今天不要空军，大获满满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收钩。这六个钩已经全部收完了，结果还是空军，应了我今天的预言。现在去外面看看那十几个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希望有货，不然今天真的空军了。现在已经到外面放钩的地方了，先从下面开始收起，低了开始收钩。第三只的虾还在，还是活的，第一串没有，感觉今天会光头啊。现在看这边这一排的，现在中间的这一排已经收完了，全军覆没。再看看最后一排，今天小李要剃光头了。这里有一条刚刚上的，估计没上多久，还是很活的。好，今天的就一条，还好没光头，只要是没光头就好。现在已经全部收完了，现在就这些，一条稍微大点的鳊鱼，然后还有
几两沙。好，虽然今天收获很少，但总算还没有光头，我还是挺欣慰的。湘西最有趣的搞野视频尽在湘西野趣，我是小李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